魅族。正好五个人到这个开业，开业他这样。哎，你玩的有。我看手表看看。啊，一块呀。这啥牌子？啥牌子不要？这是个电视啊！北京三 D 电器公司。14厘米电视接收机监视器，这个应该是得要修啊，这还带 VCD 收入了。看一下开机键有吗？哎呦，这个多少钱？80。80啊？测试过吗？测试过吗？没有螺丝了，这个被拆过了，没有螺丝了，不好弄了。没有螺丝了，修过了。加表带那个。换气。Three days later。您这个300？也200？我看看哪儿了。我看看啊，你是摆着来是卖是吧？不卖。300，他出150，他对半砍呗。加上个单子，那服务他卖标的。他卖标的。这我们是干嘛的？是那个蓝宝石啊。被撬过了这个。哪个？这段撬。那就在这打盖儿啊。哦。这儿掉了嘛？你在这儿从这儿打盖儿，一开一开开开。这拿多少钱？压的完。他待会儿还会找你啊。一会儿他会找你，啊！一会儿还会找你，不，找我一会儿，往俩手里了。这是那个，这不是南阳吗？贩卖。来了吗？这不来了吗？啊！来了吗？这不来了吗？不要那个。准备撤了啊！这个市场。除了那些做直播的代购的，其他的没有专业的，没有真正的买家，没有真正的买家，几乎都是点货倒货。哎呀，这个大有个好点，我再去跟你研究一下，个美度的好像挺不错的，那个一个人要300，但是200-150，太大了。美度是高仿的还是真的？我准备撤了。看看啊，你打开过啊？你上那个卖啊？你上那个拿号，你看看哪个？你从河西跑这来的？这够远的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河西？这完数嘛，产品一看你拍个照就知道你是哪里的。2400啊。但是你得把机芯打开看才行啊。不看啊，这号不是操控的。哦，这样子啊，那个人，你要200，他出150，嘛玩意儿？你要300，妈，给他300，给他300，他从拿我表完了，他卖了，那还吵架了呢？没，不吵架，不吵架。刚才看你们两个还干起来了，就这样玩儿，就这玩儿。我再露一眼。哎，太厚了，这底气里头啊，你看见没有？嗯，没有塑料，没有塑料哈，有吗？你看看，哎，真没塑料呀，啊，就是那个估计圈呗，估计圈没有塑，不塑料，那个啥玩意儿，这蒙着呢，就不少钱，这蒙着，走得好。哦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哎呀，这表拿来的，自己带的嘛。对，确实是，对，是。看看，确实是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日历这个位置沾了胶水，你给它后、日历的位置沾了胶水，后补了一下。哪补？日历啊，这个位置边上沾了胶水，其他的没问题。没动。不，日历这个边框沾了胶水。
它原厂不会这样子，内饰的美顿我知道，你戴眼镜大哥，你放大镜看看。我老了，我没戴呢。那肯定不是你，你肯定是收过来的呀。你看日历的位置沾了胶水，看到没有？日历位置沾了胶水，看到没有？两边沾了一点点胶水，肯定这个之前掉下来了，别的没有瑕疵，他出你一百五也很正常了。一百五，二百不给了。二百不给了。行行行。别吵架，别吵架，生气，和气和气点，和气点，和气身材啊。嗯，啊，那个有表有瑕疵，有瑕疵。没有瑕疵的话，300块钱增值啊。这种表的话，对吧？走了，撤了。